你好，我叫明放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凯燕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越南人，你也是越南人吗？我也是，我来自清化。你在哪出生？我出生在海洋，我24岁，你多大？我19岁，我的生日11月25号。你的生日几月几号？我的生日10月25号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大学生，你呢？我是律师，你明天上学吗？我不学习，我去购物。你想跟我一起去吗？好的，我上午8点工作，然后我们11点去购物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